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冷啊！这个口罩一卸，我这个牙都是冰的。现在呢，买点肉去吧，找那个大哥去买肉。今天做京酱肉丝，走。哎呦，生意太好了，挤不进去啊！等一下再过来买吧。你看看这些人，我画这个线哈。买两个大葱，哎，还有吗？黄瓜，两个大黄瓜，哎，10.08。我们一起给拿走了啊！去买饺子皮啊，用饺子皮儿。哎，大哥，用饺子皮儿来做这个煎饼，卷这个京酱肉丝。买2块钱饺子皮儿。出来西的两个。给我买3个蛋挞，原味的啊。这个你这个摊位一天多少钱呀？2000多块钱。一天？一个月2000多块钱。一个月2000多。一天咱合着合70。70。合70。那还行，不贵哈。那个刚出锅的不是南瓜的。别管这个天多冷，这个大街上人永远是那么多。OK 了，回家回家，冻死我了。晚上好，我是夜猫，5点下班，6点飞奔到家，我是不是很敬业？因为就为了晚上这一顿饭，好多粉丝给我留言的，包括私信的，都希望做一期。所以呢，今天为了照顾一下部分粉丝，就来做这个京酱肉丝，收拾一下，马上开始啊。哎呀，晚上好，我最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，我是夜猫。原谅我先偷吃了两个，因为太饿了，啥也不说了，卷起来给你们看看。这个饼用饺子皮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放点黄瓜丝，放点胡萝卜丝，放点大葱丝，再来放点肉。哎呀，嗯，嘿，太香了，就这么一卷，卷出了人间美味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棒了，这个酱香味太好吃了。看看这个春饼皮，透明状的，很筋道，你们也可以这么试一下。开锅之后呢，大火蒸到十分钟之后，这个皮变透明了就好了。这才过瘾啊。爱尔兰世涛健力士整一口，这个酒精度是五点几度，然后呢原麦浓度是17.5度，喝起来是非常苦，而且有非常重的焦糖味道，不喜欢这种味道的一定不要尝试。再补点肉啊，分享给你们一个哈，太棒了。你们敢不敢这样吃大葱？还挺香的。啊，有点上头了。话说这个京酱肉丝是哪里的菜啊？是不是北京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很受欢迎，吃的人也很多。再来卷一个。太过瘾了，这算不算是重口味？没有吃蒜，吃了个大葱。京酱肉丝家庭版做法给你们安排了，希望你们可以学会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。此时此刻最不能缺的就是最后这半杯冰镇世涛，你干了，我随意。